第一轮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他真的好怕涂鸦板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 ！No！ 哎，这么大球门，你非得踢他身上干嘛？内奸呀！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你是啥呀？你那粉丝吗？你叫下喊干嘛？你是干嘛？降落！喂喂喂！你别真的是内奸！什么？这还是内奸？我们经历了什么？比赛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个待宰的羔羊！怎么这么快？